上车出发咯。一趟难忘的旅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米粥包呢在铁锅，是美食还是美景？哇，你看到这山了、啊、和廖科义以游山玩水的心情就进来采草莓，满载而归，这条巷子很特别，色彩缤纷的，非常精彩，一起拼凑出最完美的旅游体验，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意犹未尽，5月26号起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 U 频道与 MeWatch 同步观看。